今日疑似 BTS 救国在家中熊抱女友的偷拍影片，由于家中的名犬和拍摄都和救国直播时家中一致，在网络上引发了超高讨论。最近在 Station Head 直播时，救国特别亲口澄清自己没有女朋友，还说了好多次没有没有没有，似乎是在回应偷拍恋爱传闻。救国说：“我不会和任何人交往，我只是想工作，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。我只是自己一个人待着，别再谣传了我没有女友。”此外，救国对于散布不实传闻的账号表示没必要起诉他们，就这样吧，如果告他们只会达成他们的目的，如果粉丝不关注这些传闻，他们就不会制造这些谎言。救国亲口澄清让阿米安心，可以看得出来他多么重视 BTS 和粉丝长久以来建立的信任。